有住家的灯泡，我改用省电灯泡。如果开冷气，我也是调到26到28度，并且定期清洗冷气的滤网，维持良好的运转效能。我是华视主播彭佳明，响应下月节能，我们节电中。响应节能减碳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动一动几根手指头，你也做得到。例如像是在办公室不用的电脑、影音机或者是其他的电器用品，离开的时候呢，记得把它关机，或者是把插头拔掉。这样一来呢，你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待时耗费的电力。我是台视主播林一如，响应夏日节能，我们节电中。随手一个小动作也能轻松省电，像是平常在家里，我会把不用的插头随手给拔掉，而如果在公司最后一个下班的时候，我就会把电灯以及所有的冷气全部关掉，轻松做环保。我是 TVBS 主播李文怡，响应夏月节能，我们节电中。如果我们只是去播报新闻，或者是主持节目，或者只是开个会短时间的话，那么我会把电脑设定成休眠状态，而且我一定会记得要关电灯。回到家里面，如果长时间的我都不会使用电脑的话，那我一定会把电脑关机。我是三立新闻台消失的国界主持人李天怡，响应夏月节能，我们节电中。办公室或是家里，如果有超过10年以上的电器要汰换，选购家电的时候，记得要选有节能标章或是能源效率标示级数比较小的家电，才是低耗能、高效率、节能减碳的好电器。我是收视主播哈远仪，响应夏月节能，我们节电中。当工作做完了，办公室也没有人的时候，我总是会记得关上电视，同时让电脑屏幕呈现休眠状态。当然，最后一定要记得关上灯，以减少不必要的耗能。我是中天主播李雅倩，响应夏月节能，我们节电中。全国电子加五加五加五，统一办机办货，公司办，响应夏月节能。屈臣氏响应夏月节能，中国信托。国泰金控，台北车站，台北君悦大饭店，莱尔富，响应夏月节能，我们节电中，我们节电。